记不记得以前我很爱说有一种爱叫放手，那时候我很小很幼稚，不懂黑咖啡，不懂爱，更不懂什么叫放手。现在我慢慢懂了，原来这一句话就跟黑咖啡一样，又苦又涩，有时候还带一点酸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你的黑咖啡好，谢谢。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。一个是爱他的人，让他一个是他爱的人。好好地去，从你出现的那一天起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已经做了选择。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。我很怕，没有人比我更能保护他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他，所以我要你在我面前保证，你一定能给以安一个。我会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给以安幸福。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我会比你更加保护他，更加爱他。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。我相信你要说到做到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承诺，一辈子不能反悔啊。当然，干。这早餐很重要，一定要吃的啊！来，快吃，啊，我待会儿吃吧。哎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哎，不是，得慢点，慢点，这急什么呢？慢慢吃啊。我赶时间嘛。赶什么时间呢？不是，你今儿可不用上学呀。哦。一大早赶时间哦，干什么呀？去干啥啦？跟谁约了是吧？哦，对啊，我约人，对吧？我有事。啊，是。来，好好好。好，不是。你等等。好，喂，严呐，路上小心一点啊。真是的，一大早这什么事儿？哎呦，该不会跟范天琪那小子就约了吧？这我看就是，真是。不是。这莽莽撞撞的，真是！哎，刚好，我利用这个机会，我跟去看。严了，王严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迟到了，对不起。嗯，因为我今天小小睡过头，我爸又一直叫我把早餐吃完睡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啦，你应该很庆幸你有这样的一个好爸爸。嗯，我也很庆幸有你这么有耐心的男朋友。女孩子通常在找对象的时候，不是都以爸爸为范本吗？嗯，我应该跟方波波好好学习才是。哦，那你要学的可多了哦。嗯，我时间很多不是吗？时间哪多啊？我看啊，我们再不赶快走就没时间了。快快快！哎，等，我忘了带我包包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嘞。哎呀，我有带钱了，走了走了，我请客。不行啦，怎么好意思让你请？你没听过吗？女朋友花男朋友的钱是男朋友的光荣。哎，走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让你非常非常非常的光荣。走啊。
永强，你这么早去散步啦？我跟你讲话你没听到啊？怎么啦？永强，哎，无精打采的，人不舒服啊？哎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怡安跟范天琪两人走一块，我确定他们俩这会儿正在交往呢。啊，不可能啦！这怡安怎么可能跟天琪谈恋爱？他们两个之前还不对盘嘞。哎呦，我说宝琴呐，这我也希望那是我的幻觉，不是？哎，可我亲眼看见的呀，还不止这样呢，我还亲耳听到他们两个互相称呼对方是男朋友跟女朋友。而且，两人手牵手呢。哎，还叫范天琪男朋友，哎，还手牵手，哎，你放眼太过分了吧？他没考上大学就算了，还过去交男朋友，他回来我非得好好说他一顿不可。哎，你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跟他说什么呀？啊，你难道要不准他谈恋爱是吧？当然不准啦，哎。我们是约法三章哎，二专没毕业前不准交男朋友的。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坐。干什么呀？你想想看，咱们这会儿聊的是感情这档事儿呀。嗯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跟他说一声我不准，这方以安就乖乖的把他感情就全交出去了，全没了，这不可能的嘛。哎，你看，这当年呢。咱们俩头一回见面，这一见钟情的那一刹那，哎呀，那种心里头那种悸动啊，那是山洪爆发呀，这天崩地裂都阻挡不了的，是不是？这会儿啊，咱们将心比心呢，如果要是去拦着这方逸安的话，你说他心里头多难受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又不是不了解情窦初开的感觉。我不让怡安谈恋爱呀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不希望他耽误课业。哦，那你这会儿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方怡安他乖乖的好好的念书，你就让他谈恋爱就是了。哎，话不是这么说了。不是嘛？你这不因为啊，我们怡安是女孩子嘛，第一次谈恋爱要注意事情很多，比方说，不要被男生的花言巧语骗啦，不要随便跟男生牵手啊，哎。不是，这会儿啊，已经不是牵手这小问题这么简单的。我担心呢，他们这会儿，他们俩已经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呀，哟，你看，哟，那我记得我们也是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才第一次，不是，这会儿时代不同了嘛。哎呀，不行！我这会儿啊，我只要想到这方以安呢跟另外一个男孩子在一起，我这心里头就有一股那个……哎，好好好好，冷静冷静，不舒服。哎，冷静冷静冷静，钟强，我们把以安教得很好哦，有教礼仪廉耻，哎，知所进退啊，有所分寸的，好不好？咱们家以安懂分寸啊，可这范天琪那小子他懂吗？这我不知道嘞啊。有道理啊！还有啊，这我想了一想，我觉得不对。你看，咱们俩现在对这个范天琪他的身世啊、家世背景什么的，我们全不清楚呀。这他干什么来了？那不妨这样啊，找一天呢，把范天琪找到家里来，我们好好的审问他一顿。我等不到你，这一切不太